姐姐让她的男朋友呢？今天已经是菲利家盖房子的第六天，因为盖房子的时候把水龙头挖断了，所以我们今天要去打水。诺豆，你用头顶行不行？行。嘿，我还是这样吧。 你好久没有吃面条，拿过来。我只想吃米饭，不想吃面条。你妈妈说的是棍子面。嗯。姐姐说什么？ 姐姐说，这个韭菜是坦桑尼亚有啊，我们到了的时候，坦桑尼亚面已经吃完了。羊吃完了。嗯。反正我是没有吃到菜。在婆家天天吃肉，天天吃肉，馋死了。那你长胖了没有？那怎么吃肉还不长胖？对，没吃土豆片。没吃土豆片。老李，你也过来顶一个。我顶不动啊。 我给你留着，我拍。你行。行行行。你让开。你看这有蛤蟆。你让开。你看有蛤蟆，你让开。老李，好不好玩？还是江吧，江叔叔。这个我实在不会。 昨天那个朋友帮我们把这个土长一下，这样子，厚度是12米，哦，纵深是13米，这样的话就不用拆那个老房子了。哦，这样的话就，我们现在房子都没有地基，还有做房子，对，还有那么多工人做饭。这个土房如果不拆，以后熏腊肉也不行。对，看一下后面能不能申请一下作为那个生产基地，到时候熏腊肉可以卖。 啊，好的，这个老板太聪明了。哎，全是老板。嗯嗯嗯。老李，我看一下菲尼家在什么样的房子。菲尼，哎，看那个房子很漂亮，对，跟我们房子还要漂亮一点。你们房子很漂亮。哦，你们房子好看。让我看一下。看，是不是很漂亮？漂亮吧？啊，漂亮。 菲尼，哎，你看这个房子卧室多，卧室多是好看的。我们是四个人睡一个床，我姐姐住住菲亚，住比和爷爷睡一个床。看，你住你，我住你，漂亮，哎呀，漂亮，beautiful。你也学会说英文吧？嗯，早就学会了，只是英文不标准而已。菲尼，哎。 你姐姐的那个男朋友呢？这是家。用你们家你的话怎么说？盆子。盆子。嗯。嗯。盆子。盆子。盆子来了没有，小刘？哎，快，那个小牛好像让我看上了。 对，他会来这儿的很，每天都上来，然后还给辣我漱口红，辣我好喜欢。怎么视频里面没有看到他？因为这个事情没有100%确定，然后就如果怕弄成的话，后面怕人男孩子没面子嘛。哦。菲姐，哎，那我主要看到那个男孩子什么？哎，这个男孩子有肉肉。 我们这里不喜欢男孩子，我们家喜欢男孩子，就是欢迎孩子，就是胖胖的，有肉肉确实好。我们这里好像对男孩子有肉肉，那个，只是注意要看男孩子以后对娜姆好不好，在家受不受委屈。对，菲利，嗯，你看这个是谁？咦，亲家，乖乖，咦，本人没有这么好看，真的就好看。 亲家们好看，哎呀！喂，亲家们，你是不是纹了眉毛的？对。哎，没有纹之前像个小姑娘，纹了之后像个阿姨。输了。
不能像小姑娘吧？都好看。没有，之前没掉颜色，看的有一点点凶。现在颜色掉了，可以了。现在好看呀。哪里？没有没有。舅舅。嗯。是你想去吧？王嫂嫂想去。王嫂嫂，你想不想去？想。走，王珊珊呢？走走走走走走走。走。行。我飞走。爸爸，我买东西。啊，好的，你买什么？那什么颜色？我拿了三个。啊，你几个？犀牛味。都是一两个，够了。我拿了两个了，这这这。很好吃。好吃好吃。你知道你在吃饭吗？就知道吃。买的。啊，好吃。王珊珊。我给你买吃的，一会儿你妈妈会不会吵我？没事，我们先把第一个吃完。嗯，我爷爷在给我做什么？他在给你做传家宝。传家宝是什么？以后给你挖地的。挖地的。对啊，你长大了给你挖。好了。给你的孩子也挖地。什么孩子？你以后结婚了生小孩子也挖地啊？就是跟谁？你想跟谁结婚？我行。你想想。想不好以后再想吧。王珊珊，李子娟，真的，李子娟，王珊珊，儿女只有你，不给你，不给你，不给你，给妈妈吃的，这个给姐姐吃的，不给你。好，谢谢，你先给份。那个黑的头没得这个臭头不好挖，挖不成。我现在赶紧去买的，买了我叫他跟我吃，他连忙跟我吃。他弄的好吗？他弄的好，他做这活做的好。我们的臭头爸爸看转的人都找他吃，他吃的好。是的，我看他弄的好多了。嗯，他吃的好。嗯。你这个好看啊。哥哥，你都要吃的，今天干活累了。好，都吃。加肉，这个汤。好的。
那是什么？你们吃完了再加一碗啊！我有两碗都够了。你没有，我吃着多。你别放心，你得加菜。是吗？加的怎么样？加点油。你吹牛，你吃三碗你长这么矮，我吃三碗明天就长高了，那你赶紧吃。